这是阮作品时阵的相片，我是伫迄时阵识识。我甲陈静惠真正细了一模一样啦，我才两届拄着彭董的时阵，我感觉伊对陈静惠有亲亲的亏欠，这是不是甲陈静惠意外啊？飞鸟，想要甲小白兔锁住，小白兔哦，永远无法度离开飞鸟。对，你赶紧甲陈水切切好无？真正才甲我做伙，若无我就烦恼，我等袂着咱光明正大做伙的迄天。董宇跟陈副总，因真正做伙啊！ 小春，你哪会伫遮？我来找你，结果我所看到你甲安迪副总，你是不是发袂我过啊？这内面有一间公司，做这个的，因的董事长叫李勇。那是安怎？这真重要，一定要查好清楚。我会叫小黑，家己找一家资料啦。我看啊，先甲你讲迄李勇，我先家己记一下。等关节切完了，我一定赶紧叫你业务阿姐来讲你的情事，是吧？这届你得爱先头了后定，卖互外人影响到安尼反天反倒。 你关一个小春无分开进程，我绝对袂同意你的分手。你那知影你哪样过事啦？是进前有国际职工，甲静惠伫国外义务交互我，我顶头就想要知影，带伊出去的迄两位兄弟，敢也过会记得阮静惠？你是安怎无讲小姐静惠的代志？是不是你已经知影讲小姐就是静惠的代志？你搁想要阮嘛无吧？